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曾宝格的一个新阵容啊。曾宝格的新阵容是一个盘丝、酸盘丝、花果、女麻木的一个新阵容。他这个阵容的话就比较好出地听，你知道吧？酸盘丝的话可以落花成泥，对吧？控制两个单位之后的话，再出地听，对吧？控制两个单位，下一把 无法行动嘛，就好出地听。对面的话，鱼岛这边的话还是一个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路线，花果加一个神灵，武装冠加盘丝，武装冠加盘丝的话可以起真阳印记，开闪的话是三二有爆宝宝开，好吧，三二有爆宝宝开很猛，好吧。关键方的话有一把地震的极限大克，看一下哪边能赢哪边，就两边的战术体系是不一样的。对面的话是走一个，对吧，比较属于发育型的一个路线，你知道吧，就武装冠盘丝洞，对吧，能控能封。而且我觉得武装冠盘丝洞这个门派，这两个门派的话，其实啊，这两个门派说句心里话 不太怕地听，因为武装冠的话兄弟们知道有天地同寿，盘丝洞的话有幻金术，幻金术的话能100%抵挡一回合的伤害，而且就不会给自己造成伤害，会反弹给对面，就起幻金术的话你地听秒他4000，他反正会反这边反4000，就等于说他没被封印的情况下面，只要比地听速度快起幻金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观战番的话盘丝有医术啊，有医术的话还行，医术的话对面单位倒地的时候医术禁疗的话对面也没办法，好吧。看一下酸盘丝的阵容怎么样，对吧，这边又在研究什么新套路，对吧。酸盘丝两个落花成泥，单回合两个落花成泥，然后出地听，对面下河两个人不能出手嘛，对吧，不能出手的话，对吧，在地听这边地听就好出手一些。 OK， 化身丢破甲了，对面有飞机有10秒，飞机加10秒，看看有没有起飞啊。第三回合 OK， 飞了贝达克，看一下飞机伤害怎么样，这个是贝达克兄弟们，飞不怎么动，对吧。贝达克的话飞中间，对吧，酸看加15%的单位飞900，感觉对吧还是有点欠缺的。传统法是贝达克，对吧，这边面对有法凡的单位秒1300也秒不动秒不动的话这边的话就好，对吧。酸幻魔成型的话感觉珍宝阁这边优势还是要大一些。看一下这把 PK 打到最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好吧。看一下到底是谁比较厉害一些。前期的话两边都是一个铺垫啊，对吧，是对面的神秘也试探着有飞机，飞机一把试探一下这边的一个属性，看一下飞不飞得动，就感觉飞完这一把的话基本上，对吧，状态不齐的话感觉很难飞机了，因为感觉好像是有一点飞不太动。看一下对面怎么说，鱼岛这个服务器的话还是算那种，对吧，就是说打 PK 的话打得比较暴躁的，就是说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打 PK 打得很暴躁，就反正基本上的话都是三二有爆的宝宝开，就不跟你嘻嘻哈哈慢慢打。OK， 两边第五回合，我觉得观战番会有优势一些，因为对战番的话，神木林啊跟花果山这两个门派配合的话，必须，你不说有克阵吧，必须是就最起码得有一把平阵，对不对？你这两个单位打伤害打不出去的话，我感觉啊，就伤害压不过来，你知道吧？压不过来，这边的话，毕竟女巴木的话，对吧？酸化魔一成型的话，对吧？毕竟产下面多的单位要多嘛，对吧？你产下面就珍宝阁的宝宝可以亲你的宝宝。鱼岛的宝宝清不了珍宝阁的宝宝，因为鱼岛的宝宝要清蛇，对吧，只要鱼岛这边蛇神一条，花生就有机会无限的去保蛇去蛇，好吧。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怎么说，
这把的话，反正我觉得珍宝哥这边对吧，对吧，大克有一数，天时地利人和，而且阵容的话也比对面要好，有女拔木嘛。如果说对面有大克的话，对吧，神木林的话伤害比女拔木伤害要高很多的话，就可能说对吧，而且对面有大克对吧，神木林就花果山的话对吧，一个单头配合两个宝宝就基本上可以清一条蛇，就花果山被大克的话，你看看一下阵法加成，对面神木林阵法加成总共才加成10%，对吧，还被克了10%，就根本说就等于说没有阵，就没有阵法，等于说是个平阵，对吧，风头瑞的20%被克10%，也就加了一个10%，这边的话双看加15%，所以说的话就感觉对吧，对面的话伤害的话是有点欠缺的。伤害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欠缺啊。就关键现在女拔木没有以前女拔木那么惨了，以前女拔木的话可以每一回合对吧都招蛇，只要你有蛇胚每一回合都可以招蛇，现在女拔木的话招蛇的话是有个 CD， 所以说现在打 PK 的回合数也比较惨嘛，就因为招蛇的时候你要有 CD 嘛，就你招蛇得等对吧，六七回合才能招一条蛇。这个群秒基本上是送愤怒的，我跟你说，就没有配合花果山的群秒，你就现在打 PK，你不可能说一个斯多敏啊对吧，你这种高端 PK 你不可能说一个斯多敏一把飞机或者是一个神针瀚海或者是一把群秒就能够把对吧实战队伍给秒出去的，不存在的，我跟你说一个人的伤害永远是不够的，你懂吧，你像舞蹈如果带斯多敏也是斯多敏伤害特别高，法系作为一个补刀可能说他就秒个1500，但是说对吧，你说你的话一把飞机飞个7000-8000对吧，也就差这1500了对吧，所以说有人做红花就有人做绿叶对吧，你光有红花没有绿叶的话也不行。我在这边招蛇了，对面的话得心蛇，风卷伤害1000多，2000多对吧，但还不高啊，看一下这个蛇能不能神，神的话珍宝哥这边的话就有优势了，我跟你说只要神一条蛇女娲木就能双换毛才行了，就是说宝宝的话有三个，花果山这一把没有单头有飞机，残珠推一把，现在的我跟你说以前的化身这个灵元推水的话是可以推到蛇的，玩意为了削弱灵元，就蛇的话生存能力太强了嘛，玩意为了削弱这个化身就是蛇啊，蛇这个效果啊，就是说灵元的话推的话是推不到这种蛇什么的，谢谢兄弟兄的啤酒啊，好吧 OK， 对面青蛇还有三个里皮宝宝对吧，冰川怒 OK， 那这个蛇的话神不神很关键了对吧，应该还能砍一刀对吧，还能砍一刀 OK， 三宝还有一刀神了，我跟你说对面的话就没了，我跟你说我操没有神那还行对吧，对面清蛇的话清得很集中啊对吧，两个单法加三个公宝宝星对吧，所以说你拉莫这个门牌它一定是要有产生有双幻魔成型的情况下面你才有能力去群秒对吧，你产上面就是说你本身配置不齐的话你是没有能力去群秒的，你懂吧？我觉得对面的话还是要飞机啊，因为对面飞机的话带神木林你必须要飞，你知道吗？神明的话一把群秒，飞机加群秒对吧，飞机1000多群秒1500，伤害不够，伤害欠缺了呀。那这边的飞机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魔镜激发
加头三点把旗。OK， 魔晶骑把的保白神了，对吧？这边是一个大克，你知道吗？大克15%，加10%，我靠，比天生的三害还要高。这边有单头，这边也比较怕花果山能出手啊。风花果山有金星，看这把单头是吓宝宝还是吓人？我这把没有单头，有半打雄风。我亲宝宝，对吧？基本上一刀一个小朋友。基本上是一刀一个小朋友。OK， 对面走进心。对面的话，现在我跟你说，找不到一个突破点，真的找不到突破点啊！花果山的话也不叠漫天啊。花果山这个门派的话都带漫天套，其实说花果山作为物理门派的话，我觉得花果山这个门派因为小技能特别多，我感觉花果山这个门派带动物套好像比较好一点，真的就加那几十点伤害比较划算的。花果山这个门派真的没有空叠漫天啊，真的。你像花果山这个门派你小技能又特别多，对吧？你没有单头有飞机，没有飞机有半打雄风，对吧？没有半打雄风可以起旗子，就基本上你现在背大克的话也没见过对面花果山平砍叠光半天啊，除非对吧这边关键盘给对面丢无魂舔的那一把有机会叠一把。我觉得花果山还不如带个动物套比较划算一些，兄弟们不知道兄弟们觉得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对吧？这个兄弟这边的话没有出蛇了，出了两个幻魔，一个牛一个鸟。出了个牛，出了个鸟，没有出蛇了。这边花果山伤害明显就要刀高很多，反正对吧，一刀一个小朋友，对面的话技术飞机飞不怎么动，真的。这把飞机还行，因为站得久了有状态嘛，看一下花果山的状态，对吧？应该有御勇，对吧？没有弹魔。这边虽然没有蛇啊，也是双幻魔成型啊。我跟你说，这种局面的话，婉婉是招这个蛇招这个牛，我跟你说婉婉的迷惑性更大，对吧？你觉得这个蛇牛伤害低，对吧？你宝宝不清蛇跟牛，那这个宝宝慢慢就每一回合你这边多两个单位打你，对吧？你多打几回合效果就出来了。我们激发又有单头哦，直接飞机，这宝宝4000，看一下飞人物啊，怎么说？3000，对吧？明显伤害就高很多了，对吧？对面辅助都扛不住。现在这个花果山没有齐天神通啊，对吧？有齐天神通的话可以双飞，对吧？有机会可以一回合飞两把，你这个伤害一回合飞两把谁扛得住啊，对不对？对吧？对面一束盘丝倒地了，倒地啦，不好搞啦。贝大克，我跟你说，贝大克能用珍宝阁真的。贝大克能赢珍宝阁的队几乎略等于，真的没有看到过，真的。
只要珍宝阁认真打，我感觉贝大科几乎，对吧？很难输，真的很难输。像这种大课打的回合数越长，对吧？体现的伤害差距就会越大。你前面可能说飞一两把，你多个一回合多个一千，你妈十回合多一万，对吧？越打到后面，你这个血线就会越扛不住，宁愿推一把。这边又有飞机，对吧？飞机这个女巴莫，对吧？双幻魔成型，虽然说没有蛇，对吧？飞机配合群鸟，对面也是顶不住的。我跟你说，你看飞机飞起，扇子一挥，小扇一挥，挥，对吧？对吧？飞人4700，飞化身2100，对吧？还有一把群鸟，对面也飞。哎，花果山这个门牌，只要你让他多飞，对吧？站得久，状态起来，伤害也可以，对吧？不过跟这个大克比的话，还是有区别。那个女巴莫群鸟，大克的一个属性，3700，差一丢丢，差1000多。差1000多。看一下两边什么时候出地厅啊？要出地厅应该是珍宝阁这边先出，因为珍宝阁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酸弹丝的整容，酸诺花的话可以先出地厅。看一下哪边先动手出听歌，好吧？看一下哪边先稳不住，先把听歌给立出来。我就想看这个酸盘是这个地厅战术他怎么弄，你知道吗？这伤害真的太高了，我跟你说，这大可奇的这伤害真的要人命啊，兄弟！一把单头30000多，真的。
三下子真不跟你细想了哈。两边都没有选择出地厅啊，对面的话，其实说没有优势的话，早该出地厅冲一冲了。对，早出地厅的话，可能说，对吧？也许有机会能够逆风翻盘吧，也许啊。不过珍宝阁这边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要出地厅的话，也是一个地厅的话翻不了盘的，对吧？你有战地，我有尺子，对吧？但是你珍宝阁这边的话，出地厅的话就不行，你知道吗？现在这种 PK， 我跟你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的话，基本上的话，我跟你说啊，面对珍宝阁这种团队的话，是翻不起盘了，好吧？基本上是翻不了盘了。出地厅啊，两边都出哈哥了，看一下哪边的哈哥比较猛一些。两边同时出哈哥，这边的话出两个哈哥，挣扎哈哥，出来一个挣扎美猴丸。对面的话状态太不好了，出哈哥，我看一下这把飞机能不能飞到哈哥。状态不好啊。OK， 珍宝哥这个哈哥，对面有罗汉，应该也哈不怎么动，哈两千也行了，我跟你说，清彩的话够了，兄弟们，打珍宝哥真的不打哥还是没有机会的。贝达克感觉雨打这个服务器还能打下那么一打，贝达克真的难搞。